相续十日十夜，一般行人所需之功恨也。这个方法好啊，你没有时间吗？你找假日，一年当中啊，找一个长假，能够有十天十夜念佛。啊，一年有这么一次两次，好。啊，平常没有时间念佛，啊，用假期。啊，后面说，一日一夜，乃多善根者所需之功恨也。啊，十日十夜呢，是一般行人所需的功恨。啊，一日一夜什么特别忙啊？忙着做好事，做好事得有缘分。啊，什么是好事？利益众生的是好事，帮助众生解除困难的是好事。啊，有这个缘分遇到了，尽心尽力去做，这个功德很大了。啊，《弥陀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要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。啊，我们遇不到，遇不到不要去找。啊，去找就错了，那叫攀缘。啊，遇到了我们去做叫随缘。随缘你的心是定的，啊，攀缘这个心不好，啊，那个心是乱的，啊，有缘不能说不做，不做，那你那个菩提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啊，这个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。所以见机行事啊，啊，人有障碍，这个障碍可以突破，我们要做；不能突破就不做了，可以的。啊，工作实在繁忙，找一天一夜，啊，常常能想到，一个月找一天一夜。比较容易啊，那一个月修一次，一年十二次，哎，也是十日十夜了。